姐早上好，现在我们在清境，我们将会展开一整天的清境之旅。现在我们到青青草原啦 ，Let's go！买饲料喂羊。好种子。好的呀。再喂，再喂它。再喂他多一点，啊，他很期待的眼神看着你。我很痒。试看还要吃吗？那边不是我，那边我没有。这里。啊，放一扎在手上，再喂它一次，再喂它。妈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再放一扎在手上喂它，一扎哈，一扎哈。现在我们到了天空步道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妮娜巧克力城堡。
用的是65%的精选巧克力来做调温。那什么是调温呢？调温就先把巧克力的温度给升上去，不对，先调温度，温度正确了以后呢，就开始慢慢的要把我们的85%的精选不做巧克力，然后我也会去分享巧克力。请到这边，我们慢慢的走出来这边哦，我就分享我是苦甜的口感，你要吃我这一颗。来，各位贵宾，我们拿到的可以往上走哦，谢谢。那今天尽量可以让大家可以往上走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人没拿到吗？有了，拿到巧克力啦！我喂。塞进只有0.35公分厚度的巧克力里呢？其实，巧克力的制作是需要经过煮馅、均值、调温、灌模。冷却熟成和包装等六道工序。好的，妈咪帮忙。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三五十个，那花很美。用牙碗，用牙碗啊！有你很多五个。现在做好了，要放给它冷却。收进去、甜点啦、啊、甜点、辣椒辣椒辣椒那个大口，哇，好吃吗？不错，好喝。